不动，不要看，他经过而已。慢慢找，慢慢找回去，慢慢找。你直接慢慢找。不要看他。你看路。我会处理，你看路，你看路走回去，慢慢走。你就自然走，你不会一直看他，啊。正常走路。不要看他，你就走你的。那你不要看他，你做你的事情。你就故意进去，你就走你的，不要看他。你一直看他。我不开始跟你讲的。你上次。你这个。眼角找着他就知道了，你不要很在意的看着他这样。从这里出来。就比如说这里要开开，对不对？这可以开了。就正常嘛。这么开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这里呢？这里不让他去，本来就是垃圾桶的那个，不要让他去。就看到就拒绝他，就纠正他，他就懂了。没有，快这边要看电视。是正常走路的，哎呀。是看电视这个啊。他玩他的。嗯。